就帮我抽义东哥、明艳姐跟信妮姐好了啦，让我一次爆抽一次爆。结果全部分开，每一个跟我的抽一次爆。他们就想避开你，我觉得他们最不想看到我了。对啊，尤其是东哥，东哥说他那天一直觉得我总要赢，可恶。突然之间，他说：“突然那个喜悦来得太快。”然后看着我失望的离去，他有点悲伤，又有点兴奋，傻眼。哎，东哥一下子气起来的时候也真可怕。对，主要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打错一把牌了。停牌 ，Jack in， 没错。咦，没有吧？差一点。不听，他选择不听，他不想听三条，他想打凑一色。是，柯老师的眼光放得很大，没错，多大？近筒子就恐怖了，真的，碰西风更恐怖。鹏哥这边，我觉得可以先打这个一条啦，因为接下来三到八条的条子应该都可以听牌哦、喔。是。柯老师，如果能进到西风这把牌，字幕就可以拼摸了哦。西风在炫荣手上，炫荣手上不打了，接近七龙珠了。对啊，对，把他布完了、哦，决定来盯这个柯老师了哦。一条牌进来之后，忽然又想玩了，慢慢走吧。进了吗？停了，停了啦。西风二饼对倒，一饼不用了啦。二饼是。稍微的故障，那炮轰哥是暂时是安全不会放枪的哦。那招伟这边可能吃下来之后，筒子这边两个故障很危险哦。还有绝西风，不会吧？二万招伟这边碰起来，倒一静听。招伟张卫兵。哇！绝西风，振臂一呼啊！太夸张了，这把打到啊！大喽，我的天啊，自摸西风，庄连拉凑一色。哦呦呦呦！九台没错哦吼吼吼，这个重击哦，重伤害哦。这个重伤害其实对招伟有一点影响哦。对，没错，这柯老师的确是很早就可以听了。重伤害哦，这一把是重伤害。柯老师说他为了上精华哦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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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柯老师，感谢柯老师在这边赞助精华第二把，谢谢，感谢柯老师。